你瞅瞅你这小孩，你咋这么倔呢？阿姨，我搁这
完了，这孩子中文英文都没整明白，这爹妈是交代了，完了。中国很行，人民很行，交通很行，中国工商很行，中国的阿姨也很行，为什么不说中国真行？You are welcome.